这就是冰雪。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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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尽是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旁白哥抱抱梁朝伟，刘德华被下雪击打败，中国戏院噱头，观众惨遭雪崩洗头。张万森，下雪了。哎，就是2022陆剧这句"张万森下雪了"，等于潜台词"我好想你"，太美了。于是这部一闪一闪亮星星改编成2024跨年贺岁电影，片商突发奇想，哎，感人落幕时刻不如飘雪吧。给他一个下雪的机会，他能让保洁阿姨汗流浃背，没有条件的就用雪花喷雾，工作人员两只手各持一罐，还有来回走动雨露均沾的喷，看起来就像是在杀虫一样，有条件的就用喷雪机，一喷一个不吱声，观众都给你喷成旺旺雪饼。此外还有出现各种差错的，要么就是小到跟没喷一样，要么就是大到跟雪崩一样，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一点雪都没碰到，有的人被喷雪机特殊照料，估计满脑子都在想着退票。说到退票，一闪一闪亮星星也同时创下中国影史上预售票最高和退票率最高的神奇记录呢。上映第一天，难看和下雪场尴尬在微博热搜榜封顶。不是东北去不起，看戏更具性价比。该片人强霸元旦票房冠军，豪取25.6亿台币呢。华仔和伟仔合体的金手指被雪压着打，屈居第三。雪一片一片一。新闻，张万森别下了。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 ，Jackie Wu 宪哥来了。我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小 S， 我是姜文雄，是欧巴桑陈美凤，我是陶晶莹，我是郑武成，我是孙艺腾，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我是艾薇，我是兰兰，我是魏嫣，我是林真义，我是志新，我是陈君，我是沈周一彤。圣诞跨年又到了，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冰红的话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用点心思，用点情感准备的，厉害啦！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我的礼物非常好哦，很健康，很有 feel 的礼物哦！快下载，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